天早上还可以。有这种，到我不想开了，就是可以开的东西都做到。
边两个，因为有时候船夫会这边两个，这边两个，有时候会这边三个，这边一个，就看他的船的大小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导航可以帮我吗？Thank you.
船的船。对对对，这是小船的。所以今天好多船都来了，都请休假，没去工作。哎呀，他们钱多多，而且他们是这个享乐主义，不用那么辛苦。待会别忘了吃的东西都要带着哦，哈、哦。这里有包包，别忘了。要挂耳机了吗？不用不用挂耳机。Thank you.